好，那个
大家辛苦的啦，没什么关系啊，没关系啦，本来说我们也可以做个节食，我们可以做个节食。像我们山花，我们也是改到最近才改正确啊。哦，那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是来这里跟你当中没关系哦。那如果说我们团长所讲的，讲我们那个队友进来，我刚刚就看到了进来这个一个转弯进来就收进来了，不会直线，这个不直线，这是转的问题啊。前面那两个 letter 不重要，你也走了会正，就是转后面你歪，后面就给你歪了。歪歪歪进来，到最后都没有进，好不好？那这个部分呢，前面那两个抬头啊。我再还有你做还，好是这样哦。你最管咱每一次的排班啊，我你讲话应该在那块搞啊，啊那块搞得正潮。啊，准了彪悍彪勇，你可能我咧咧行行到会炸。啊，那无大家都拢挂落，我大家都挂落，他们哪能挂得动了？你们大，包括女生哦，不是男生而已，包括女生哦。啊，那咧行，那咧行足古怪哦，第一类哦，那边面甲乌只群哦。第一个安尼行，行较好。第二个就行一只二半尺啊。第二个，第三个吼，啊，搁较含，无较含。上尾后迄个吼，还有二楼三尺，三尺哦，唔是三公分哦，二楼三尺。啊，奇怪咧，啊遐无物件啊。遐为虾米拢，就一个行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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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行，搁歪头个，足奇怪，真正咧。那那你有问题？男生你干嘛？好，那我总结一下哦。我刚刚大家看了一个情况，水电现在保温要注意的事项，第一个，那这盖不挂毛，所以挂毛的时候，它好像有就遮住。这个是退官的部分，这个酒杯啊，烫的，不是挂官号，酒杯在那烫的。啊，另外是那些官的收的。大家官毛结束以后，这个呀，这个呀，结束以后一个加号位，我讲加号位，你看这个呀，大家来讲，这个呀，啊，这个呀，干不要，干你变。挂官的号，也到时给他挂毛，挂不要他摘了。这个不要注意的哈，来注意一下哈 ，OK 好，这个问题。然后骗公外婆的时候，那赶快解决哦。把那个六哥那个问题给解决掉了哈，那个一个拉到那个这那个还有一休去了，我还有一休去，那我就要给他刮回那个回来我就好。OK 好，三段的部分，三段的部分重点应该说，我刚刚看应该 OK 吧？陈店长，你要做这些比较问题的那个第六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靠近这，哦，别挨着近这呀，慢点话点我拨点啊，这边搞这边搞，那边搞啊贴的，他会搞啊贴，那边搞啊贴，那边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你老婆靠近两个人也注意，好，对，好，那就应该是这边问题了哦。第一、第二那个问题，刚刚的训练是没有，我实际上操练的，你的力不弱嘛。好不容易嘛，那到时五楼你转换一个不三百万啦，那这个部分哦，大概要老久，我是对照会加一个看不上问题啦，看不上问题。那虽然无问题，那嘛是那个做好，为虾米？那爱如何做，如何开始做，我现在哦，那伊那比较少，那比较是十单啊，那未拿就十单红，因为唯一是十单，因为号称拢是十单啊，基本上拢是十单的，那个货我当时就到是十单。但是你的功夫不是在当地人最重要的。哦，这个问题就是讲你看精益求精啦，免得怪过以上面不对啊，没有都是对的。但是你讲你看精益求精，你懂意思不？哦，比如我讲你两百块嘛，就很快啦。哦，今天两百块，那么你继续给两百块，你干不？那讲你要怎样？那讲你要怎样？哦，你一下子就这样做，我看股民干不？那干不成啦，那这个东西要很重要。我来讲你要看心。我来讲，你今天要去学习啦，这学习是个人，不是讲当个官，或者号称我是当官，我是当官，但是干部的问题，那干部啊，虽然很简单啊，对不对？哦，那这个部分就是要自己精益求精，包括我自己，我相信跟我团队，然后咱所有当官，我拢是大家互相鼓励来成长，哦，大家好，这个环境就是大家鼓励，未晓的人，
就是会晓的，会晓的，不吝啬感激啦。哦，感激的，那这样子我才会辛苦，好不好？如果大家拢，哎，你干我都爱办，不干我会晓，对吧？啊，这团结的起来就比较简单。啊，对，那我现在大家用，我直接用。成功是属于大家的。今天吴教授来，他说不知道花啥钱，你看我们很辛苦，我们做的很实际，他很肯定。哦，他很肯定，老师今天我们会感到很高兴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没有事情的话，我们实际上就掌握得很好，哦，掌握得很好，就到这个就结束。然后我们记得三十号九点之前，整个服装品种这几天稍微把它注意一下，男生胡须稍微刮一下，头发稍微吹一下，女孩子的话，眼睛最后也要刮一下，真的。来嘞！五八二嘞，四月五号了啊，你先拿着。四月五号了啊，五月出现的哈，来，拿着来，坐好。